我咁耐以嚟，我系好尊重保安同事嘅工作嘅，我系用一种被动式嘅反抗嘅方式，被动式嘅反抗嘅方式，被动式嘅反抗嘅方式，系冇任何主动嘅动作。被动式的反抗的方式，被动式的反抗的方式，被动式的反抗的方式。今届立法会开会以来，其实冲突场面不断，其实有数以10到20个同事是因为不同的冲突而受伤。其实多番在行管会里面我们都争论了，作为雇主我们怎样确保员工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去做事。在我们就这样一个看片的角度，就觉得有人真的刻意去阻住保安员去执行职务，有些甚至是被人批争，被人咬手指，试过有同事入医院不能够坐视不理。所以我们要对同事负责任，也都要释放一个信息，立法会是一个安全的工作地点。